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就是因为呢，不管是我们的影片也好，图片也好，去背很重要，去背很重要。那老实讲，我找中清大学的 logo，我本来想找去背的，可是我发现现在网络上找不到，找不到比较好的去背的中清大学 logo，有点可惜。因为呢，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，平常大家都会用 Google，大部分。你现在找图片是用 Google 还是用雅虎？Google，大部分都用 Google 比较多嘛，哦，雅虎的应该少很多。但是平常你可能都只会找一个关键字，对不对？那建议各位在你的关键字后面加上这两个，你就有机会找到已经去背好的 PNG 跟 SVG，就这么简单。虽然我找我们学校的，真的是。不好意思，真的没有找到比较效果比较好的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我很单纯的，假设你想要找一张这样子的图，如果你只有一个关键字像 logo，你会发现这样一找了之后呢，你所找到的都是什么？都是狗没有问题。但是问题是，你有看到像这个是都没有去背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一样的关键字我就空一格。加上 PNG，加上 PNG，那你看一下，你有没有觉得狗干净一点？好，对呀、啊，干净一点了、啊。好，我们点它看看。哎，重点来了，哦，这个不错，因为我在很多那个投影的效果，很多投影机这个看不出来。你看一下，你有没有觉得它这边有所谓的好像赛车轮那样子的？这个就恭喜你了。这种图绝对 OK，因为它已经去背好了。好，不是说你用这个关键字就一定找到去背的，而是说机会会高很多。因为 JPG，各位要了解一下图片格式，JPG 是没有办法做透明的。所以平常我们数位相机大部分都是 JPG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要拿 JPG 来开玩笑。好，第二个，顺便跟各位提一下，有没有拿这样 IP 浏览器？没有了哈，有的应该不在现场。你用 IP 浏览器，很抱歉，这里可能会看不到。所以原则上，你用火狐、用 Google Chrome 或 Safari 都可以，就是不要拿 IP 来开玩笑就好。好，OK，好。那你看我这一张，我就把它存下来。那还有一个情形啊，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的，什么情形？这个地方，如果你的网络速度比较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下面这边它可能还会有一个那个还在跑，你要稍微等一下，不要那么冲动，它还在跑就按右键直接储存，这个时候你存下来会是小张的，不是它就是这边原图的大小，这样你清清楚哦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好，那这一张呢，我就查看图片一下好不好？嗯，查看一下图片。好，这一张我把它另存。记得哦，一定要用定存哦。请问，如果我直接按复制可以吗？在这里直接按复制图片可以吗？如果你们家的是 Office 2.1，就是 Office，你用的 O，你只用在 Office 里面，而且要2.1以后的这样可以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用的不是微软的 Office，很抱歉，微软对不是微软家属比较不好。它会自动忽略你的透明度，所以你看，我直接用复制的给你们看一下。假设在这边，我就直接贴上了，有没有发现黑黑一片？所以效果不好，对不对？应该这样讲，它完全把透明忽略掉了，就等于找到没去背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我按另存图片，我把它存起来。好，那我存起来之后，现在呢，插入图片从上面这边，我找到它，进来有没有不一样？没有差多少吧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看到的是很干净的，这样了解了哦，这个是要注意一下。那我们刚用的 PNG，请问那 SVG 呢？SVG 请来这边，好。你有没有觉得结果不一样？PNG 我们一般讲叫点阵图
S P区就像各平档看到的这个群档，是属于的向量图，好，向量图档，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卡通好像比较多一点？就是那种照片的，不会在那边出现，啊，因为 S P 区主要是那一种，所以你点一下，哦，恭喜你，你看到我们想要看的，有没有？在这边，当然你直接打开，你在这里看的话，它这样看不出来。 好，看不出来，所以呢，你一个判断最容易判断就是在这边确定有这样子，那这一张就没问题。但是我有遇过假的，<笑>就是有的，我有遇过一种情况，就是那张图片真的背景就是这样，但是这很少了，好，这非常少，所以原则上你只要这样判断过，好，按右键把它另存，一样把它存下来，记得不要用复制的，你从这边插入进来就好。 请问这样有没有 OK 一点？所以你就不用太过担心说你的素材在哪。当然，这边顺道提一下 ，Google 会做一些基本的版权过滤，可以各位在哪里？搜寻工具里面有没有个使用权限？好，你可以透过这边把你这个原则上我们主要是非三件事使用嘛，好，所以你就透过这个地方再过滤一下，不可否认的过滤之后。 结果一定会比较少一点，但是你可以用的稍微再安心一点，好，稍微再安心一点哦。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一个部分呢，跟各位稍微再补充说明的。